我当时我就错就错了，结婚养小孩。我看我两个朋友没结婚，比我潇洒多了。上海亚苏为何这样说？一席话越说越激动，详细分析现代人结婚难题以及结婚状况，听听有没有道理。网上有人说啊，现代人很多人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死在家里咋办呢？不是养老死在家里，现在说老实话，现在人家一个小青年结不结婚，现在一个小青年35岁差不多了吧，大学毕业1年2万，现在这个房子是500万，父母的钱不能拿，这个房子500万再结婚再养小孩怎么搞啊？算了吧，还是不要结婚了，没钱结婚，500万到哪里来了？那现在一个大学生给你每个月月薪2万可以了吧，1年20万，是你搞到500万搞到哪一年？这最少不吃喝不喝要25年，25年他30岁到25岁到55岁还结什么婚啊？对，你这个账算得明白。还结什么55岁结什么婚啊？算了吧，还是做孙子算了吧，一辈子不结婚了，不要结婚了。那老了一个人，到时候真的没人管没人顾吧？不要顾的呀。这个过去那个不是不蛮好，我独身主义嘛，上山嘛，不是做和尚不是蛮好吗？那亚苏，像您应该有自己小孩。我有。那像您的孩子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您同意吗？我当时不要说我同意，我当时我就错就错了，结婚养小孩。我看我两个朋友没结婚，比我潇洒多了。您后悔了？啊，我后悔结婚。您现在羡慕他们？啊，人家岁数比我大，你说什么东西没有？说自由比我们结婚的人自由。他退休金6000，我6000。啊，他现在想到外国去旅游去，我就不行。我底下有孙子，我儿子，边上有老婆，你又不好走。您还要贴补他们？啊，不是贴补，不要贴补，要给他们带小孩，你不能走，不自由。你反而锁掉了，人家一个人，像那个就过去说起来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像过去那个林彪，独马行空，来来去去，没人管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。你要结婚了，边上有老婆有小孩，你赚钱赚多赚少是另外一回事，不自由吧？那您有个家呀，心里安定呀。一个家有个安定啊，这个家不存在安定的，找麻烦找烦恼、本来你一个人自由自在，这个家怎么叫安定？像我们家这样，我们想了，自己底下小孩不靠你，有的人家这个小孩全部靠你父母亲的，你倒8辈子没了。哎呦，那一个人他总有点坏处啊，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无根之木对吧，晚年一场空，这个您怎么说呢？现在不存在，现在你养小孩，养了小孩过去说了传宗接代，现在要传什么宗啊，就怎么代，都是空话。我打比方，养一个儿子，穷的儿子自己自理好的，比那个养一个富的儿子有本事的儿子好。养富的儿子倒不一定有用啊，你以为你这个�儿子如果是年薪如果30万50万，有可能这个小孩养大了以后对父母不孝的。有的，有钱不一定孝，没钱不一定不孝，那个思想境界两样的。